我可能是嫁了个假外国老公，因为他中国面食样样通。这不，今天一大早就给我们炸了油条，一起床就闻到了炸油条的味道。有段时间没吃到小熊做的油条了。我后边被摸出来。油条，油条，这油条太像样了。小熊不会是有中国人的基因吧？怎么这么会做中国的饭呢？哎呦，莫言。这油条看着不错哎。第一个油条出炉喽！呜呼 ！Good night。Good night。哎呀，去看看爸爸做什么好吃的。想不想吃啊？这个是油条，有栗子的。妈妈也喜欢。我是 pasta。吃了这个后面。嗯，爸爸。嗯，挡着你看电视来。你看动画片，然后吃薯片，早饭一会儿就好啦。妈妈来。喂。喂。小熊一会儿就炸了这么多油条了。没样子，我们是，你，咦，给你们看看一个外国人炸的油条。我都不会炸油条，我从来没炸过油条。Super link。啊。哇，油条！你的手呢？哎，米粒已经开始吃了，好不好吃？哎哎，你怎么这么会吃饭呀？妈，怎么不要？呀？休息。法国。法国。我们今天的早饭是意大利面、油条、鸡蛋，还有昨天烧烤剩的。是第二根油条了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感觉你好忙啊。小熊做的这个油条太牛了，特别蓬松，就是油条的味道。又开始吃烤肠了。俺们这一餐吃了油条、玉米、烤肠、酸奶，还吃了面包。你的椅子底下又是这样一片狼藉，是不是嘛？你爸想让妈妈背着啊？你。